1、2、3、GO！ 好吧，当然希望这些带着人工耳蜗的小朋友可以健康的走进他们想要去的环境，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认识一下这些孩子，其实也多么渴望跟大家交流。我是你资助过的听障小朋友，大家曾因为你的爱心，我已经学会说话了，我现在还会跳舞，会骑自行车了哟。姐姐有礼物要送给你们，送给你的。家长怎么说？谢谢。你们有听过我的歌曲吗？有啊，那今天去演唱会的时候跟着唱好不好？还命令他们要唱。好，我是要跳舞哦。昨天参加了六一儿童节的一个看这里领舞。领舞啊？啊，叫什么歌啊？走秀了。走秀啊。走一段吧，小漂亮走一段。太害羞了。你怎么走的？我学你走。啊，插口袋啊。1、2、3、GO！好棒，很大方。要不要和姐姐一起牵着手再走一下？去，要不要和姐姐一起牵着手？你领走啊？我知道了，你领我出来，这边领我是不是？好 ，OK。好，1、2、3、GO！ 好棒！